看得清楚。这边这样看得清楚。2002了。收有颜色的，人工去收。然后其他的呢，像机器收。照起来就看起来就清楚啊，这个。一天收两次，以前那边那块田也有种，也是靠山，最早那边呢是种绿，三角绿。然后现在没有种了，改种稻米。